第二场比赛即将开始，距离双方一号台林高远对徐海东，裁判员周小斌、杨春雷。今天是左手对直板的对决，1-0。不也是打了3年的平超联赛了。相对喜欢打一些大陆球类。是的，高原是这种速度很快，在近台正反手两边的这种护台还是他的优势。再侧上一些，就不太好去控制去上手。那作为直板来说，可能更喜欢是自己上手，控制完之后自己上手。是的。然后作为拧完之后的上手衔接。是的。好球。4-4。漂亮。其实因为可能是往前站了一些空短什么的，感觉就好一些。哦，这球质量。9-6，比高远要更充分一些，包括他的这个战术的使用啊，上来也是很主动、很积极的就变到。7-10。好球。10-8。10-8。这球发了一个长的，徐海东胜第一局，觉得更充分一些，有一些变化是明显的，变在了高远的准备。这球拉的很好，得稍微主动一些。对，要不然可能太被动的形成到这种相持阶段，就像或者像。这球落点给的很，去在发球的这个落点上尽量的去避免对方的这种拧拉。多半的对拉。局感觉高远会稍微慢一些，慢很多。对，其实我觉得作为高远来讲还是太大了。对，对方上来发动，可能他一下没想到今天对方发动这么快。是，不大的事儿。2-7。哦，好球。4。好球。11-4，林高远。这一局高远以11-4交换方位，扳回一些变化。而且我觉得还是开局的。0-0。
嗯，这些节奏上面变化还是少了一些。是的，这样的搓长其实还是在后面的防守当中是后面的防守高远都对等的比较充足。对，加了一些长球的变化。嗯，是的。三比二。好球。第二局的调整以后啊，高远现在在前三板站稳脚跟以后，还是在控制和这种前三板上有一些优势。擦边。四比四。现在比分是四比四，还是很重要的。擦网。能够二比一领先，在这个可能心态上。占得先机会好一些。哦，漂亮。还是在前三板碰断上手。哦，这球。这球海东。场的比率还是要大一些。让高远上手很轻松。哎，八比五，对，如果那个球海东扣上了，可能七比六，一下子这一下八比五，对，一分一下就拉开了，是。好球。八比十九，好球，11比9，11。现在高远，整体护台的意识都比较强一些，而且感觉好像海东在发球的变化上，并没有像第一局那么积极了，对。0比1，第一板拧得很转。我觉得除了第一局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高远的接发球都是控制得不错的。是。2比1。漂亮，发的他很难受。2比3，有一些变化发球。确实，往后打可能形成相持，我觉得还是高远有优势。对，他会速度更快一些。啊，这个球是高远的一个。5比2，觉得不是很舒服。我觉得今天高远其实在前四城相持，对，他就占据着很大的主动。是。三。7比3。很多东西已经被高远提前牵制住了。这个时候，作为运动员来说，其实已经在对方的一个控制范围里，而且像这种比分被拉的。比较大，对，确实也是追分相对会难。好球，那前三板的这个11比4，那么也是林高远祝贺高远。